台武侯友宜武力全开，同手同脚照样跳，跳到差点未穿裤。 超高人气，侯友宜大获长辈喜爱。随着新北市选情升温，往往周时民调显示，目前国民党点名人选周锡玮、李四川和侯友宜，侯友宜45.2%支持度大幅领先，但却遭陈景俊这样酸：侯副市长掌握行政资源，而且在新北市已经当7年了。 这个民调的领先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把副市长的分内工作好好表现、好好做，他自然他的民调也一定会高。陈景俊 PK 侯友宜民调大输只有10.4%，大幅落后。而民进党目前可能角逐新北人选吴秉睿、陈景俊、罗志镇、苏贞昌、游锡堃，民调显示还是老将受到青睐。 而蓝营最强对上绿营最旺，苏贞昌和侯友宜对尬，侯友宜民调以4.5%击败苏贞昌。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，侯友宜都是一马当先，但他还是迟迟不肯把参选说出口。现在支持度高并不代表以后，我们看赖院长现在的民调比蔡总统高，那是不是代表赖院长在2020年就会参选总统？ 抓住民众的心，侯友宜接地气，沉着面对2018会不会代表国民党参选？答案早已呼之欲出。记者董俊卓、新北市报道。